日式点心多种多样，玉手洗团子就是其中之一。这种团子由米或其他谷物制成，内部有馅料，用竹签串成一串，火烤后淋上砂糖酱油，吃起来又甜又咸，非常可口。玉手洗团子很受欢迎，大家也默认了它的样子，一直没想过改进。最近，推特网友 Now 突发奇想，决定改变一下它的外形。他将玉手洗团子与柴柴结合起来，创造出的柴柴团子超可爱。柴柴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屁屁都是用海苔做的。这已经不是 Now 第一次改进食物，他很注重食物的外形，做出来的东西很有趣。看看这些点心，是不是想吃又舍不得呢？